中共军机日前穿越海峡中线挑衅，遭我国空军警告后才返回中线以西。总统蔡英文也郑重提醒中国不要刻意挑衅，不要制造事端，不要试图破坏台海的现状。插画加纳吉以此为发想，昨天在粉专分享慈母手中线的插画，结果掉到本尊来留言点 MAGI 的插画中，蔡英文抱着猫咪，眼睛还发出镭射光，中共军机则是被我国空军赶走，将蔡英文化为守护中线的慈母。结果蔡英文留言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守中线打勾勾。对了，你只画了阿才，这样蔡想想会吃醋。而纳吉则回复表示，这张插画蔡英文画得特别丑，结果总统本人就来了，并表示其实插画里的猫是画蔡想想，阿才的画会橘得发亮。其实新闻中心综合报道抢当好评，有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，不注册会后悔，快点我注册 https://tw.abai.ly/ml924upcsu 下载苹果新闻网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